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呀。你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啊？何子秋，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？他不是出国留学了吗？回来了。哦，李尖尖住对面哈，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。<笑>你们回国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 是你妹妹，她想给你生日惊喜，又不想让我告诉你。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了。老太太走的时候，我没赶上，挺遗憾的，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了。干嘛？累了。 怎么不高兴？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？怎么跟你哥说话呢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来看看你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？还跟我说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。我才没那么说，你不要添油加醋。怎么没有？明明想哥哥就不会好好说。我才不想他，他又不想我。你怎么说话呢？ 切了点水果，给陈婷阿姨和小橙子。啊，我来了。尖尖吧。阿姨。啊，来，快进来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你们聊着。哎，别，进来进来。来，<笑>快进来。哎，这么多年不见，长成大姑娘了，<笑>真好看。 阿姨这么多年，您都没有变，还是那么年轻，真会说话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，尖尖带你出去玩，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？不记得。她那个时候小。是啊，年纪小，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还赖到李尖尖身上。 我不记得了，小的时候皮着呢哈。阿姨，你们住哪儿啊？啊，我们住酒店，我不想给凌霄添麻烦。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，到时候订个餐厅，把凌霄他爸还有你爸都叫上，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。行。 你们回吧，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你们到酒店来说一声。啊，好的，放心吧。阿姨，再见。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嘛？开心点，证明他们关心你啊。没不开心。哦，你好严肃的。下一个。<笑>走吧。<笑>